等一下见了，哎，谢谢了，再见。哎，有星星月亮呢。哎，我这好不好看啊？没有人说好看就跑掉了。我们这样化妆整个晚上呢。哎，好看啊，不错，真的。我等一下。Like my new car? Yeah? 你有喜欢我新的车吗？好，喜欢。看不到，看到哈？看这部车就知道我家小孩很多，不晓得有没有先生。大家好哈。好。大家有好哈，好，吃饱哈，好 ，OK， 今天我们再讲故事。中国的故事哈，哎，中国有很多漂亮的故事啊，值得我们学习。东方的那个哲学的宝藏啊，是不可思议的啊。如果每个人都研究东方而已就够了啊，还没有到西方。不过下次我们会跑到西方去啊。我们先把东方学好啊，全部念完，哎，说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就以后就跑到西方去了。嗯，好，今天再讲那个管仲和他那个笨蛋的那个国王的故事。啊，不是，我讲这样不好听哈。他们都叫我讲坏的中文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过来都学那些坏的中文，没办法。好了，现在哈，我们讲管仲的事情哈。嗯，你们记得管仲吗？记得。齐国那个大首宰相，宰相，哎 ，OK。你们都记得管仲和那个鲍叔牙那个很精彩的朋友的感情啊？哎，这世界好像空前绝后的那种朋友感知己的感情啊。然后当然世界还有很多啊，那种类似的知己的感情啦啊，知心朋友的感情。不过因为也许那些人不出名啦啊，我是因为他们不在政治那个什么世界里面混了，所以很少人知道他们的历史。刚好因为管仲就是在那个齐国当宰相嘛，啊，然后鲍叔牙也是很出名的一个将军啊，在那边当官的，所以历史才那个记载出来，是好像司马迁啊，就是他那个名字啊。司马迁有记出来哈 ，OK， 好吗？既然历史家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记得很那个很公正的，他当然会尽量写下来，越公正越好啊。不过有时候他自己那个等级啊，不是很高啊。我不是说司马迁那个人哈、啊，好了。现在我们在讲管仲和那个鲍叔牙，真正的讲他们了啊。他们两个啊，感情非常好啊，知心的朋友的。鲍叔牙不来了，那个比方说那个管仲就把那个床吊上去的啊，比方说这样，听说了，我是管仲不来，那鲍叔牙沙发吊起来不给别人坐的啊。大概像我们这些师徒感情类似了哈。我不在的话，没人敢坐这边了。
也不是不敢了，很想啊。就不过这个椅子会讲真的，一坐就回来痒死了，而是睡不着什么的，被护法打啊！哎，偷一个桌垫而已被打，何况啊，我没有关系啊，就是那些无形护法听说很凶啊。哎呀，师父问三次不回答，他也打人啊。我已经告诉他们好久，不要那么凶啊，还是一样凶啊。所以我问你们什么，第二次就要回答了，不要等到第三次、啊、回来那个连外他一边不晓得为什么。我说哑巴了三天了，又怪师父没驾驶力啊！我哪里能驾驶那些无形的护法，好凶啊！啊，连我做不好他们也会整理哦、啊、所以我要小心哦，每天生狗要整理干干净净的啊，护法是最靠近我嘛，有什么事他先整理我。OK， 无形护法比较可怕，你们就怕这些无聊的，有那个连凶凶而已啊，不能做什么事啊。啊，那些无形的护法才凶，因为那个看透我们的心里面的事情啊，所以我们做事啊才要考虑啊。啊，那个不是说我已经讲过了。啊，不是说你跟那另外一个太太上床睡觉才算犯戒啊？啊，在里面头脑动了、啊、已经犯了，所以我们那个什么思想啊才重要哈、啊，意是最重要，没有意就讲不出来话啦，也身体也不会发作啦，所以身口意要干净哈，嗯，特别要上去坐这里的要更干净一点，那等一下回去屁股痛别怪我。我是走路歪歪几天了，然后怪我们这边风水不好。哎，哎，你们后面的人就可以上来这些空的地方坐哈，要的话哈，靠近的看不到总比太远好了哈，知道哈？好，来了，哎，师父很会啰嗦，我知道你们讲，啊，观众。宝鼠牙两个是最好的朋友，世界最好的朋友啊！咦，我们知道，嗯，集中了啊，像我们师徒感情也蛮好的哈。OK， 嗯，然后当然了，即使好朋友也会分离呀、啊，啊，不生就老，不病就死啊，啊，有一天观众就生病了，嗯，你们都知道哈，嗯，那个小百公子啊。七皇宫就来怎么样问候他了，因为他是宰相嘛，那个小百公子啊，如果没有那个管仲啊，就也许回去烤地瓜了。啊，跑到西湖烤地瓜了，也没办法当王当霸那么久，而且那么稳固啊，哎，那个他们国家和诸侯那么和平那么漂亮啊。嗯，所以，小百公主啊，公子啊，不是那个七皇宫啊，非常尊重管仲。所以那一天他病了，大概过不去了啊，一定这次是最后一次的啊。不晓得他喝太多酒，或是啊，跟那个国王一天到晚那个应酬太多是怎么样？那、啊、国王还没死，他已经要归仙了啊。不过，既然归就归嘛啊。越早越好，他在这边呢、啊，他在这个世界是全部贡献而已啊，然后名誉又不好啊，因为他把连他自己的名誉啊，他也牺牲为了国家，为了诸侯好，为了国王好，嗯、啊，所以你看啊，国王吃喝玩乐，他也吃喝玩乐啊，啊，最少他装啊，啊，他也许没有国王那么醉啊，那么迷上在那个酒色里面啊，不然他怎么没治国呢？如果他真正的吃喝玩乐的话，那我们就知道那个国家都完蛋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他如果跟国王一样真正的迷在吃喝玩乐里面，就没有人治国了。还好国王是真的吃喝玩乐啊，他也没怪他，他也跟着一起吃喝玩乐啊，装的嘛，哎，这样国王才信任他，所以他才能够治国平天下，所以连他的名誉他也牺牲了，没有人看得起他什么啊。所以他死了以后，他的你们都知道他的那个，侄啊孙啊都没有什么名誉的，
啊，也是一个广先生、广太太这样而已啊，没有什么，那个什么好的那个地位啊，那个什么财产也没什么，因为他在的时候，他就用财产啊，他的那个薪水啊，全部都花在国家的那个大事里面，不是在应酬那边，所以他应酬也是为了国家大事啦。他花在应酬那边，就是他花在国家大事那边，你们懂不懂我意思啊？哎呀，就给这百官高兴啊，给国王高兴啊，然后大家都不会认为他了不起什么，就不嫉妒他，又跟一样的嘛。啊，喝酒的一边喝酒一边叫他煎饼啊，明天明天盖高速公路啊。啊，国王和那个别的官啊，那个上一院下一院的醉醉的 ，OK 煎就煎嘛。哎呀，还有什么可煎吗？我们全部都煎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，连那个米也拿不出来了，那管仲替他们煎嘛。没事啊，嗯。所以他是唯一的清醒的那种堕落的官。你们看就清楚了哈。哎，所以我已经告诉大家好几次了，我们修行的人啊，不在意自己的名誉，不在意人家看我们好坏，就看情况办事，能够利益别人、利益国家、利益家庭，我们就会做了啊。主要我们不迷上在那个世界的那种色情啊、吃喝玩乐啊，那种无常的那种幻想里面就 OK 了，我们要进行就好了。哎，不过酒最好不要喝了，讲过了，因为我怕你们定力不够。喝一杯的假喝的，等一下就变真了，第三杯就真了。然后怕因为那种东西就会迷人了，听懂不懂我意思啊？啊，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自己定力很够的话，那其实喝一点没关系，不过最好不要吃哦。哦，我不能写保证书，因为这种东西它醉啊，它把我们神经弄麻痹掉了。还有这抽烟抽多就会上瘾了，还有什么那个麻啡啊，那些一打下去以后你就活不下去了，没有那个你就活不下去了，啊，有那个你更活不下去了。哎，你身体越来越脆弱，然后神经越来越麻痹，就变成食物一样，所以那些东西不能动。啊，不是说师父认为我们不喝酒不吸烟什么我们才了不起，不是啦，要保护自己呢。哎，因为很小人喝酒以后不会上瘾的，很小人那个打麻啡以后能够撑得住啊，能够自己把自己整理，没办法不上瘾的，所以是很可怕的事情。哎，不过除了这些最可怕的一些毒药啊，别的事情你们婉转办事啊，不要每次都排那种佛菩萨在世的那种脸。那给人家受不了。那个禅的味道哦好浓哦。啊，如果禅的味道太浓，买一点香水喷。喷一喷哈。跟我一样，你们最近有没有闻到一点法国的香水啊？我有喷了。哎，我怕你们闻到我的禅味。我怕太多人来这边崇拜啊、赞叹啊、喜欢啊，我禅味都会跑出来，所以防病比那个一病好，我先喷一喷。啊，好了啊，还有怕那个照慢的那种颜色会冒出来，那种菩萨脸呐 啊，所以我把那个粉呢铺上去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像普通的菩萨，不太严重的那种菩萨啊啊，反正总比那个苦瓜脸的观音菩萨上色好多了，嗯、啊，你们看到多难看啊，哎，你们看那个。苦瓜脸观音菩萨上次演那个你们就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子，他为什么演那个，因为让你们知道不应该这样排那种脸出。哎呀，啊，好了，现在哈我们就不理那些菩萨了，再回来管仲的事情啊，这些就是以前的政治家嘛，不过管仲他有修行哦，如果不修行的话，他没办法在那种黑暗的政治世界里面呢、啊，保存自己那么清白的。我们为什么知道他清白呢？
因为他管事很好啊，他那个治国平天下很好啊，一个不精行的人怎么能做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知道他吃喝玩乐跟国王一样啊，色色酒酒都是假的，他自己很清楚的要做什么，因为整个朝廷啊，包括国王都醉醉的，迷迷的，昏昏的，啊，所以只有他一个人管事情啊。你看呢就知道，看他看那个历史就知道，国王旁边的最敬爱的那些啊，都是奸臣的，是吗？哎呀，他很清楚啊。不过他不会赶他们走啊，哎呀，反正国王忙就好了。哎呀，给那几个旁啊那个陪他玩啊，他就才不会太吵他啊，他就有空啊，就处理国家大事，嗯，那世界的天下的太平的事情，所以这个人非常厉害。除了开悟的人哈、啊，有修行的，有高雅的理想的，没办法牺牲到底这个样子，连自己名誉也不管。所以当时很少人尊重他，认为他跟国王一模一样。当然啦、啊，没人尊重，这样也免得很多人嫉妒他。所以他处理事情都很顺啊，百官在里面没有人认为他怎么对他们不利，或是跟他们不一样，所以不威胁他们。不然呢，那些宰相啊，常常都被宰的。啊、第一个被宰就是宰相嘛。啊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宰不了国王，他宰宰相，他比较简单了、啊，他比较小保护嘛，哎，就这样好。那是要管重病的呢，这么漂亮的一个人，那么，哎呀，国家大才人啊，病啊，那个小白公子紧张，也说齐桓公紧张，就跑到那边问他。国父生病了、啊、这难免的问题我是要问的。他说湛南不好意思了，看到快死了又在那边问国家大事啊意思啊，他还是很不好意思。不过他知道这个才人倒了，那个大柱子啊倒了，他怎么办呢、啊、所以他不是不伤心，他又不是不怎么样，不舍不得他了，他很舍不得，不过他没有办法，他就问，所以他说对不起了，嗯，国父病那么严重，不过免不了还是要问这个问题。您走了以后，谁能替代呢？他先问那个继承的人啊，因为这个难免啊，没办法，没有管仲，他就好像没头一样，他知道很清楚，所以管仲就说陛下想把这个重责给谁，他先问了，哎，这个人真的了不起哦，病这么严重还这么礼貌，还不会伤国王的心呢，不是说给国王一问他就马上就觉得很了不起，马上就吐出来了，伤我们的还没问已经打了。哎呀，所以你们要看书的话就要看得清楚，一句一句古人的那种文章啊都不多余的，怎么一句一句读啊就可以学习很多、啊、根本不需要这个青海五上是书骂吃的。不过既然你们那么有空啊，哎呀，台湾永起没地方去就来这边，然后我就顺便呢围乐大家了啊，哎，讲几句故事也不会伤害什么，嗯、啊，就这样，不然你们都知道了，中国那个泽水的宝藏水不完呐、啊，学的人很多啊，知道的人不小，就应用的人稀，稀啊，麻烦就在这里了啊，好吧，然后。因为他这个管仲啊，他做事这么谨慎啊，就不能说他那吃喝玩乐的迷在里面了、哦。连国王问他，他最急那个时候，国王给他那么尊重，他还是把自己身份呢、啊、分得清楚。他先问国王，先看他是不是已经有对的人了，他就赞叹就好了，听懂我意思吗？
哎，他不会多余马上吐出来，他已经知道了，他已经知道那个国王什么都不知啊，无所不知的，他没什么吃的啊，不过他还是问呐、啊，因为他非常懂得那个族世的人呐、啊，他知道是君啊臣啊那种地位啊，非常有风度的一个人、啊，所以难怪国王那么喜欢他，难怪他能够主理国家大事，大事还有天下太平，因为他太好了，那些小事情也好，大事情也好，礼貌也好，风度也好，谦卑也有，不是说替国王做那么多事情，然后就鼻子长得像面包一样，啊，不是。那个脸会肿起来了，知道哈？所以我们学古人呐、啊，榜样、啊、就是学这里啦，不是念过去就好了。哎呀，故事我就到啦，我已经背起来，国中的时候有念了啊。我就为了这个故事是那个什么，通过毕业的啦，因为他背起来，背而已啊，没什么用啊。很多动物也可以背啊，啊，鹦鹉啊，是不是啊？他会讲话啊，你叫他背他就背哦，啊，今天录音带可以背起来，变非他们变成什么好东西啊？是我们学古人看书是要研究啊，要诚心，要看清楚他到底后面还要讲一些什么，每一句那个背后那个意思啊，那个道德啊，那个含义啊，我们是要那个怎么样探究的很诚心的。才能够得到这个利益，哎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说怎么样？哲学家很多啦，谁都会讲啊，念了一大堆啊、哦，没有懂，也没有把自己那个里面那个含义，没有自己含义里面啊，道德里面那个处事那种方法里面拿出来应用在每天的生活，所以读书多不一定有用，多数没用，就得赵曼心出来。认为我就到天津啊，我万点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放着，啊，塞满脑筋里面那些热事，啊，根本没用。所以，管义武就问国王陛下，想把这个重赦了给谁？重责啊，哎呀，给谁呢？就果然小白啊，无所不没吃。他就说我想给那个毛鼠牙可以吗？这个太简单，我们也会这样回答，因为认为管仲和毛鼠牙两个是像那个人和阴影一样啊，这两个他们就很要好嘛，不一定两个很相啊、哦、如果不相同性怎么能相吸呢？能够变成那么大知己呢啊，那么好的朋友呢？所以马上啊，小白就吐出来了，毛鼠蚁，啊，毛鼠牙，这个我们也可以猜得出来啊，他头脑就这样子啊，哎呀，所以才需要管仲啊，所以才更知道管仲伟大，然后他也认为毛鼠牙对管仲那么好啊，什么都分给他一半的，即使毛去。做生意啊，管仲没做什么，他也分一半给他，有更好的一半的，因为他说他还有妈妈怎么照顾，哎，然后管仲出去打仗了、啊、就溜回家了，他还说管义武怕妈妈没人养等等，哎，都替管仲讲好，所以国王认为这个很重大的那个地位啊，一定管仲也会要让给毛鼠牙的，谁都这样想。啊 ，OK， 哦，你们都知道故事，所以不用摇头啊。如果不知道，我一定会说是。哦，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些故事啦，不是有什么信的，信就是你们没看到里面的含义，所以我把挖出来给大家，笑话一下啊，过日啊，反正一进来这边了嘛，我在嘛，啊，就陪你们玩玩啊，就这样，不然的话，你们都这些故事都知道了。不过有一些人跟我说不知道，说师傅讲什么中国故事都很陌生啊，有吗？啊，都是中国的故事啊，
我从回来到现在都讲中国的故事，都有历史记载的。你们不相信，回去挖书出来看，比较难的，因为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，要研究久才知道，这边有那个故事，那边有那个故事哈。不是整个那个三国志念出来就好了。有时候我们要想抓出来一个角落而已，一个故事，为了要应用在某些地方，就不用全部知道。啊，所以你们都说讲陌生的故事，哪有？都是中国的呢，啊，都是你们最出名的人啊，哎，就是你们因为看不起他们，认为认为你们比他们好，所以没看到，嗯。然后就观众怎么回答呢？你们都知道了哈，知道不知道？奇怪，怎么不知道呢？啊，忘记怎么能忘记呢？奇怪，怎么忘那么快？高中的时候学而已，有吗？历史不读啊？啊？背得快，忘得快，对对对。我也是这样。我那个上学以前呢，赶快翻一翻呢，马上就看就记得了，一进去就变第一名，等一下还给老师。我也是这样，不能怪你们啊。OK， 好，不让你们猜那么久了，啊，是很容易的。观众啊，这个人啊，功名正大，不能为那个事情啊，伤害公司的，所以他说 ，No， not OK， 他说啊，没塞了。那国王就很惊讶，就问他：“为什么被塞呢？啊，他不是你的最好的朋友呢，又不是很有道德的人吗？”哎呀，管义无啊，管仲了，比较简单了。管仲就说：“是，嗯、啊，丢了啊，他是很有道德的一个人，不过太有道德了，他是很刚直的一个人，不过太刚直了。”说不能当政治家，哈哈，你看，嗯，他说他太贤良了，太廉耻了，太刚直，他不够婉转，可以处理国家大事。嗯，他说任何人呢，跟他一样的好的品质的廉耻啊，啊，道德哈，啊，干净的哈，刚直的哈，他就喜欢死了。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嗯，他会用，然后哪一个人啊，那个跟他很差的，啊，不廉耻的，哈、啊，还是比较受贿赂什么那种哈、啊，也是不廉耻的人啊，我说受贿赂难听了，不廉耻的就知道了哈，不廉耻的，不刚直的，哈、啊，没有道德的，他就看也不像人一样，他看那些人不是人的，哎，嗯，如果任何人啊。犯那种错误哈，他就永久不忘，他永久不会跟那个人交往了。他太刚直了，啊！如果你把这个国，如果陛下了您呐、啊，把这国家大事啊交给他的话，就不行了。伤，国王会头痛。因为他就指那些好的用，然后那即使有才，不过品质不好，他就不批准了。然后国王有时候没办法，国王有时候喜欢那些坏的人啊，啊，他知道很清楚，观众知道很清楚。因为你们如果看的，就知道国王旁边有两个人很坏的，不过观众不会惹他们，不理他们，也不会看不起他们，不管他们就对了。哎，不过观众在世的时候可以。观众走了以后，那两个人会找麻烦了、啊。比方说这样子哈，我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意思说，观众是那种人呐、啊，他为了国家大事啊，谁他都可以容纳，啊，他可以处理他们的，哎，不用得罪他们，也不用用他们，也可以就是不理他们，给国王高兴就好了，忙啊，陪他玩就好了，然后他就可以处理他的事情。所以他说，如果把这个国家大事交给鲍叔牙的话，以他那种。刚直的
还有那种廉耻的那种品质的话，他会得罪国王，或是他会给国王很多那种为难的那种情况。因为比方说国王那么喜欢那个坏蛋呢、啊，然后他还是骂人呢、啊，他说那个人是怎么样坏啊。啊，他吃喝玩乐，啊，你情啊，色啊，酒啊，那跟国王一模一样讲，啊，讲出来就不好了啦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到目前呢、啊，保守呀，没有很多机会可以跟国王太靠近了，所以那些品质他不用念出来给国王听，都是管仲的，管仲就不会念那些干什么的，他念武曲而已啊。何必念那些？他在国王面前的念武曲，不念那别人的坏事。而且国王喜欢的人，他不会碰到，不会动啊，所以国王才喜欢他，才舒服。那个鲍叔牙一上来，他会念那些的。那两个在旁边的，马上就规定，如果头不长在别地方的话，那脚也要跑到别地方去的。哎，所以管仲看得一清二楚，说不行，嗯。还有他说不是上面给国王那个头痛和那为难而已，下面呢会给很多人不平，因为没有很多人有那么好的品质跟他一样呢，跟鲍叔牙那么一样廉耻啊，刚直啊，道德啊，干净啊，多少人啊我们这里算也不多啊，何况啊，戒律那么清楚，师父每一个礼拜都念那么多，还算不小多少啊？啊，何况在那个朝廷呢，争争夺夺、名名利利的，你死我活的那种地方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人家不是本身很坏，就是剩下那种情况啊，争夺啊，你死我活的，你不想办法那个什么？保护自己的话，等一下什么都没有了，连头也没有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就这样子啊。所以他也知道啊，管仲知道。不过鲍叔牙他不理这一套了，啊，好就好，坏就坏，他就分得很清楚。我像这边我们男女两边坐，就这样，啊，不可能混的，哎，他不能容纳那个一半，啊，所以他不能当政治家。你们我觉得你们也不能当政治家，也许这样啊，多数也太不够婉转了啊。OK， 最好不要介入了哈，乖乖多那个小名就好了。所以那个管仲分析的那么清楚啊，给国王听啊，讲好这个齐桓公就当然就。知道了，那个时候他知道了，他说那我能交给谁呢？嗯，他说前进认为我还能交给谁呢？因为他认为整个国家只有那两个嘛，也不错啦，也对啦，也许他不看很远啦，他就看他是周围的人啦。当然管仲鲍叔牙是最好，以道德方面来讲，那个国王也知道他们两个道德好啊，哎。主要就他也知道管仲很好，啊，管仲即使跟他喝玩乐，他也知道管仲很好。不过，他何必嘛？跟我一样就好了，听懂吗？哎呀，不攻其我哈，跟我一样，他就舒服了。不是说他不知道管仲就假喝假吃假玩假乐而已，就是主要就是一样啊，看一样就 OK 了，懂不懂啊 ？OK， 好。哎，所以哈，现在。他只知道这两个人啊，然后他就不知道，每天忙了吃完了，男孩子闲吃在哪里？男孩知道那个才人在哪里？当然国家还有很多才人啊，不过多数的才人他不亮出来，他很谦卑，啊，哎，人来找他就找了，不找就不找了，他就不会自己去什么抓名抓利，什么抓地位在社会里面哈，啊，当官什么的那些啦。啊，所以不是当官的人才是贤良啊，有一些很好又不当官，比方说这样，嗯，所以他就那个管仲就跟他讲，他说如果陛下没有别人的话，就可以选齐彭，哎，你看他多礼貌多谦卑，如果陛下没有别人的话，他已经知道很明白那个。
那个小白什么都不晓得了，他那么病呢、啊、病快死了还保存自己风度到这个程度，还那么谦卑到变成自然的，一点点都不认为自己了不起，他不是故意呢，也许他故意啊，不过既然能够故意到底这个样子，真的不可思议的一个人。我希望他再传世回来照顾我们中国的国家。哎，没有华盛盛的人，我们只好赞叹那个那个时的人就好了。啊哦，华盛盛的人很难靠近的，我们也不晓得他怎么样啊。哎，没关系，不过我们赞叹生的人是比较困难一点哈，会由别人来麻烦哈，默默知道就好了啊。OK， 那就是他这样，如果陛下没有别人的话，就可以选这个西孔，哇，非常礼貌，非常谦卑，非常有那个知身份的风度，不会超过国王的那种头啊啊。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功劳啊，在那边给国王难过、没面子。我这种大臣呢、哎呀，真的不晓得世界多少人了、啊，好难找，好难找，好难找哈！我这边如果能够有这样徒弟，已经很好了。不是说外面的哈。哎，就很难找，还没问他就师傅你不懂了啦，那个就是应该这样做的，你就这样就不对了，马上就这样子回了，不管他对不对，他等一下我解释给他听以后，他才拜下去。嗯，不过大概三年以后，啊，在中间呢，我游泳了，啊，累了，头痛了，啊，很困难，很困难，哎，招人真困难。我想我拜你们全部为师就好了、啊、这样子神了嘛，我头痛哈、啊、我们知道自己身份就好了。OK， 然后国王当然就问他，当然他很信任那个管仲了，不过为了问答嘛，他就问那个人有什么好的那个品质啊啊，然后管仲就说，戚鹏啊，他在很高的地位上啊，不过他忘记他在那个高地位，所以他的下面的人啊，不会反抗他，不会抵抗他，嗯，他平常啊，自己里面心里面啊，会很惭愧，嗯，认为自己。没有像您呐、啊，陛下国王啊，那么德高望重，那么有道德，哎，那么有福报，啊啊！哎，嗯，而且那么有智慧，哎，然后他，又很对那些迷他那个倔德的啊，就很那个疼爱啊，很同情，一说不会批评别人对迷他不好，而敬佩那些迷他好的、迷他道德的人。哦，已经尊重国王了，那国王已经很高兴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又同情那个被吓的人，哇，他这个人真的，不用他用谁呢？是不是？嗯，还有。还有很多品质在下面，哦，他念了一大堆，啊，如果他还继续滑下去，他会替那个徐鹏写一本书哦。嗯，不晓得那个徐鹏是不是他的那个什么心灵的师父啊？听起来好像很像啊，不是兄弟什么的哈？哎，不过讲什么讲那么好呢？他就说，还有那个徐鹏啊。把他那个能得到那个福德啊，分享给那个别人，啊，意思说这个人他有道德，而不是他自己给自己一个人量而已，就会教育别人，给那些比较倔的、比较忘记的、比较不记得自己的美德的人，把他提醒，
教育他们，给他们也一样，以后啊就会跟他一样那么道德，那么啊里面那么清廉，那么贤良的。嗯，啊，所以这个人呐，啊，把自己的德啊分享给别人，所以叫他僧人。他生产那个祁鹏是僧人，神仙呢，圣人，对，他叫这个是圣人。然后还有他把自己的财产呐，自己的那个财产，对呀，钱啊，什么啊，物啊，得到的，然后会分享给别人，给需要的人，啊，这个人可以叫他贤人，啊，贤呐，称赞他是圣贤就对了，哎，嗯。这个人啊，他不会认为他比别人明智，哎，然后所以别人啊，啊，不会对他啊，有什么反感的，嗯。在那个国家里面呢，和在国家里面、国内里面，或是在他家庭里面呢，他不会啊，那个什么都要知道的，嗯，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意思说他不是那种是是非非的人啦，啊，专门去找毛虫啊，哎，然后去看什么人好，什么人不好的，因为那不是他的责任嘛。也许他不很多那个去讲闲话啦，今天去那里，明天去那里，打打听听的，把热色带给自己啊，就自己大概爱管自己了啊，研究自己好坏了，然后有什么觉得好的，或是别人认为他有什么好地方，或是好财产，他就分给别人，不管道德方面也分给别人，他知道了他就分给别人啊，他的财产他有的多了他就分给别人，就忙这些了。他不会管了，是是非非的意思啊，嗯，大概看报纸小了，电视也不多，不过你们也要多看报纸，多看电视啊，不然他们怎么活呢？也是一种救济啊，啊，看哪一个新闻好就放了嘛，看不好就不要相信，就这样哈，哎，报纸有时候他们也要赚钱啊。而且有时候他们写不好，也不一定是他们故意，有时候他们新闻只能这样啊，他们那个了解的能力是这样啊，他们依照他们自己的了解能力写下来，就跟历史的人一样，啊，跟历史的人一样，他了解什么他就写什么，他认为这样他就写那样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历史跟那个事实不大一样，我们自己研究然后自己判断跟那个历史家写不大一样啊，不是有时候你们看报纸啊。啊，报纸啊，写师傅啊，你们看得很陌生哦，不认识那个里面那写那个金海武上士是不是另外一个啊？啊，听懂吗？跟你们认识师傅完全不一样啊，相反的，比方说这样的，就知道他等级是在那里，他等级高，他就了解一个人很高的等级那个地方，然后他写高，他等级低，他就能写在那里啊。一个人他能看到我的写史的话，他就能描述写史而已啊。他如果慢慢给他看上去，他就全身可以描述了，哎，他看到哪里他就描述到哪里，所以也不能怪报纸什么哈 ，OK。现在比较小了，没有啦，就是那些有一些国外的那个要赚钱的，那方法不对了，方法不对，嗯，不过他要赚钱了，没办法，写越震撼，人家越买报纸啊，哎呀，他有说啊。又跟我们同事说，世商他也是很佩服师傅，就是他写师傅坏的时候，哇，他报纸卖的很多。我说好吧，好吧，既然你能卖我，你就卖嘛。还有什么办法啊？哎呀，啊，他得不到驾驶力，他只好卖人了，卖已经不错了啦，杀也更严重嘛，是不是？以前是用杀的啊，啊，释迦牟尼佛都被暗杀了，耶稣基督被杀了，我今天人家卖而已，心算蛮有福报了，蛮有福报。
好了，他结论就是说，观众啊认为我们那个徐宏是最好的一个选择，可以继承他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知道了。当然，那个小百公子啊会听了，哎，那听那么多徐宏那么好的品质的话，当然国家大师可以信任给他。啊，而且不会怕他背叛做革命，因为他已经惭愧不会比国王好的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谦卑的一个人，连对别人他也不觉得他比别人好，就是也许有一些人缺少一些智慧或是忘记什么，然后来问他，那他就会把他自己所了解的道德的方面、智慧的，他就分给那些人，就像那些没有钱的人啊，比较需要的、恳祈的、灾难的。受到天灾患难的人就需要他帮助，他就把他那个多余的财产或是能省的东西就给他们，就是因为人家需要的情况他给。不过他不是认为他了不起，然后大菩萨不是认为他是大智的人啊，所以大家才觉得很舒服，跟他随他拿他东西，不觉得见什么，不觉得压力。不会觉得比他低什么地方，就是互相分享，你有这个我没有那个啊，我有这个你没有那个，大家互相交换，哎，所以大家对他这么好啊，没有竞争力，没有压力啊，对国王那么尊重，那当然他是很适当了。那我们现在看呢，是不是管仲啊对那个宝鼠牙不好啊？啊，不是哈，那怎么样呢？那么好的朋友哦，难得国王也想把宰相是最大的那个官位给他，他把人家挡啊，啊，保护他，不是管仲保护宝鼠仪了，保护国家，保护世界，因为宝鼠牙上来就搞乱了，他太好，他搞乱。不是太坏人在搞乱，听懂我意思吗？太坏也搞乱，太好也搞乱，因为政治的事情啊，不像修行那么简单啊。我们修行就有一个目的，比较兼备的目的，要成佛而已。哎，要跟上帝同一题什么的，哎呀，目的单纯啊，就是政治很复杂了。因为来政治里面那个市场里面玩的人啊，如果不明就是利，不要控制国家，就是要得到那种自己财务的利益，所以那些人啊，那个竞争力很厉害啊，而且那个政治的力量很不可思议啊，你一当什么总统哈。哎呀，你有私人的飞机啊，啊，你有很多保镖啊，有很多人尊重你啊，啊，谁都惹不到你的。比方说这样，哦，整个国家都崇拜你一个人，整个国家你是第一名啊，第一的力量啊，你能不能想象？那在那个政治那个里面，谁不会在那边争啊？然后你这个以前当国王还可以啦，那个当久一点。如果没有革命的话，啊，没有那个你兄弟姐妹站起来把你的头搬到别的地方的话，你就可以做久一点啊啊。那现在当总统更糟糕啊，4年呐，啊，5年呐，啊，6年呐，然后你一下来没有人看你了。啊，在美国当总统还可以啊，啊，别国家我不知道怎么样。啊，美国当总统因为还有党派嘛，他还把那个以前那个总统呢，那种名誉啊，还把它拿出来用，啊，为了巩固他们自己那个党派的力量，所以常常还弄什么宴会啊，请那个前任的总统来啊，然后大家都也是为了前任总统，还是也是总统嘛，是有力量啊，啊，大家就来啊，那个祝贺他，跟他吃饭什么的，还是有一点那个名誉的，啊，还有那个现任的总统也会有时候啊，请他来白宫啊，问一些
什么顾问哈，还有派他出去当外交的那种大领导的，嘿，还是会用得到，还是会有名誉，国家还会尊重，因为党派还在后面拥护的，哎，那我们做别的国家总统，我觉得一下来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你不再上去的话，那太可惜了，比方说这样。要用功一点，要努力哈。比方说这样子，所以很多这种事情啊，就逼人家没有办法不用手段。不过我认为我们的世界这个总统的这个什么系统啊，要改一下了。比方说一个好总统，就让他继续当好了，何必呢花那么多钱、那么多时间啊、那么多闹事啊，然后又在选干什么嘛？万一有时候那个总统很好，不过他没有那种广告的能力啊，哎，他不知道怎么包装自己啊，推销的力量不好啊，还有推销的战略不好啊，等一下就输了。然后上那个人上来啊，他也许会懂得做生意啊，懂得广告啊，钱多啊，然后去买别人，比方说这样子，那我们就失去一个人才咯。然后那个上来不一定好什么东西，匆匆忙忙来两三年能做什么就走了，把全部钱那个花拿回来就走了。平手嘛，最少平手，不赚也平手，这样就走了，哎，那何必嘛。然后还造成一种那国家竞争那种名利的出来不好啊。我认为如果法律要改一下，真的总统有什么规矩哈，那种标准嘛，说这某些总统啊得到某某那种标准哈，还有国家在他那个手下的时候啊得到某某某某那个等级哈，某某标准在经济啊、文化啊、什么外交啊、那个什么安宁的这个方面呢、得到某某点呐、多少点，他就可以再任了，这样省很多麻烦，除了。我们真正的知道有一个人比他好，那就宣布出来，听懂不懂我意思啊？或是相当好，那我们那个时候才给他出来的，不然的话这样浪费很多时间啊，而且很冒险啊，难得得到一个好总统，我们就留他算了嘛。比方说这样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认为这样好，又民主又很省时间啊。民主因为他可以。他每个人可以上来当总统，很那个明，很明确，就是因为闲人我们就留了。然后哪一个人比方说相当，跟他也是类似好，那把他请过来当宰相，当首相，当那个什么行政院长等等等等啊，哎，外交什么部长，哎，或是经济部长。而是内政部长那些很重要的那些位置啊，都给那些人才就好了，何必烦呢？没事。每一次选举，整国家交通阻塞，那个打股票都不一样，怎么买股票啊？买股票那个都不一样，上上下下都给人家晕头啊！比方说这样啊，经济又稳稳摇摇啊，做生意的人都在那边犹犹豫豫的啊。现在先等一下啊，等看哪一个上来啊，他是李或是陈的啊。比方说这样啊，是克林顿或是 Bob Dole 啊，我们先看看，然后再。在经营呢，在决定呢，就这样。突然间，整个国家都好像爱停顿了，家家都不安心了，国内国外都那个政治的那个时长啊，都很那个紧张啊。像现在我们大陆那个大首领那个哈，其实他已经快差不多了，哎，还是保留他了。哎，他在的可不在不一样，大家都认为经济不一样，都靠一个人，不是靠几个人。所以我认为，如果有人才，把保留了，保留好了，不然等一下他就不懂了广告，等一下他就下台他了，
然后又有什么用呢？有一个总统不是重要，有人才才重要，管哪一个人当总统，是不是他好就好了？哎，啊，我认为啦，不过我这个我这个前见呢，大概没人听了，只有你们听，好玩，没关系。我们这种修行的人最好也不要混在那边了啊，要混的话要有本领一点啊，要知道怎么争夺，就是吃喝玩乐像管仲一样才可以。可以了，可以做了，可以钻的做了，不过累死了啊，何必嘛哈。反正管仲在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，不在也是这样子啊，世界也是这样子啊，我们能做多少嘛啊。其实有时候人民啊安稳啊有一点饭吃啊，又不一定有什么道德的好，是吗？哎呀，要人家有道德的好，那个才永久的稳定，才永久和平。不过那个必不得的情况啊，管仲不做的话就更严重而已啊，人更没饭吃啊，战争就更多，所以最少他可以免那些那个心灵涂炭的那个灾难啊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我谈不到道德的什么世界稳定的纲常三纲五常什么那个了啊，真的世界无常啊，那保不了。那我们现在看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他有什么跟那个徐鹏有什么计谋啊？啊，他会不会收他红包啊？没有，他这个人根本不理红包的啊，什么包他都不收的，他专门送人的，是不是？他的财产什么都花在国家的事情里面，在那个概化的地方啊，对别人利益的。即使他买球买什么东西款待别人。也是为了国家，也是为了那个很多人利益的，不是为了那几个客人那个利益啊，他卖他们啊，收买，啊，给他们的倒很多酒了，醉醉了，什么都捐了啊，不然他们不捐很烦啊，啊，即使他是财相啊，不过大家不捐不服气的话，哦，闹事了，他怎么能做呢？上有国王，下有那些奸臣呢。他如果不出买不买不收买他们，他怎么能够办事那么顺呢？所以他财产全部花光了，他名誉也花光了，只有我们这几个后代比较喜欢他，讲他好话，他现在在坟墓下面也翻来翻去。他高兴的哈哈笑了啊，终于有几个人了解他。不晓得历史有没有写到这么好，历史写到这么好吗？没有，写到怎么样？有几个人有评论？孔子，啊，孔子写到好，啊，那当然。啊，子贡还不懂管仲啊？对呀，就是嘛，徒弟都这样啊。啊，孔子当然他开悟嘛，以后啦，他开悟他就懂那些事情。哎，孔子就混在政治里面比较多嘛，他知道困难的。OK， 啊，我为了那些越南难民也知道一些政治的那种好处。这几年以来也是得到好多。如果不躺在草皮外面等门开的话，那就是等在那个什么飞机场那边等总统下来，然后他就不握手他就跑了啊，那些好处也很多，讲不完了。那就这样子吧哈，我们就知道现在最小那个管仲啊，他非常公正，他不用自己的私人的感情啊保佑那些他喜欢的人，我是送给他们不该得到的名誉还有那个地位等等。我们历史有没有记载他跟徐鹏有没有什么大的关系？没有哈，哎，也许有跟他有关一点修行教王什么的哈，不过是不是那种知心朋友哈，因为常常没有提到他名字啊，他从来没提。不过也不可能说他的师父啊
因为如果他已经死了，齐鹏如果跟他的师父的话，就早就死了。啊，所以最少也是同修啊，啊，我是同志哈，啊，我是什么兄弟了，我是朋友了，我是他自然知道的其中一个，在朝廷里面的啊，也许这样，他就观察人嘛，他这个观察力很厉害嘛，啊，谁都没办法超过他的。所以他都知道什么人不好好，不过他都不理啊，他知道怎么处理，嗯，啊，那我们就这样子就觉得他非常不错哈，啊，那既然他是一个政治家了，不过他处事这么好，我们也要学他哦，嗯，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话，要有很多忍耐，很多那种观察那种能力，而也要包容，包含别人，嗯，啊，这边也是这样子啊。我没有说我跟观众一样这么好啦，不过我知道他的意思啦，因为这边的人很多，我们这边有时候没有猫就用狗，没办法。啊，连老鼠也要抓出来用，没狗没猫就用老鼠了啊，没办法说这样子，但是也是很复杂啦，哎，有时候会头痛，因为人啊习性难改啊，啊，还好有道德的，有戒心啊，有戒力就知道戒心在哪里。不过有时候也抄抄看，呵呵，碰碰看啊，超过戒心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啊，也没发生什么，就是虎头痛而已啊。啊，把他拉回来，他又不回来。他说我要去看看啊，啊，啊，给我自由啊，呵呵，放我嘛，这样子。啊，等一下出去就掉到陷阱，什么那个野猪的陷阱里面。然后咬这边咬那边，然后哇哇叫，还是师傅头痛，来捡回来等等。比方说了啊 ，OK， 那个现在要休半天的时间，四点吃饭是不是？哎，好，那我就不耽误大家的，宝贝的修行的时刻了。真的要做大众的工作啊，什么苦都要吃哦，告诉你们啊，别幻想啊，啊，你们如果真的要做什么大事或是做什么大的事情啊，而且准备吃苦哦，准备容量任何的人的缺点呢，啊，人的毛病很多啊，啊，好点很小哦，有修行当然会越来越好，不过什么时候好？那个是大的问题，啊，在中间你游泳啊，啊，听懂吗？你吃稀饭了，哈，啊，啊，OK， 哎，你为了大众当然也值得了哈，为了很大事的话，为很多利益很多人的话，这值得了。不过并非胃很好的啊，并非头不会痛的啊，头会痛，胃也会不好，都一样啊，一样啊。你喝酒，不管你假的是真的还是醉的。知道哈，哎，所以真的要成什么大事，要利益别人，要有贡献的精神呢，啊，都要准备心啊，啊，所以你们出去有时候跟别人那个接触啊，啊，要弘法，要救他们啊，要分享你们的道德给他们，哇，哦，是吃苦很多，啊，是不是？是有哈，哎，那个时候就想到师父就知道了。我那部车是给小孩高兴的，啊，水很大啊，啊，走过去不方便啊。我今天没带小车下来，带小车就小孩不高兴，因为只能我一个人走。啊，带大车就大人不高兴，因为我只能走大路。啊，你们选嘛，啊 ，OK。上次已经走过去好几次了，坐小车了，
啊，今天给小孩高兴坐大车，这样公平啦。嗯。不然我走一走一点点呢、啊，我那高跟鞋不方便呢、啊。嗯。好好好。